你怎么不吃啊？锅里炖着肘子呢，一会儿吃。啊？锅里还炖着肘子呢？哎，媳妇，你尝尝这个金饼，可好吃了，媳妇。我给你卷一个啊。哎，媳妇，把老婆伺候好呗，大肘子就是我的了。哎，媳妇，你别笑。媳妇，给。你倒是吃啊！我不着急，媳妇，你先吃。有肘子，谁还吃饼啊？你当我傻呢？有人来媳妇啊，真香。哎呀，你就尽情的吃吧，今天肘子肯定是我的了。来，媳妇儿。为了肘子真是煞费苦心啊，我给你准备的你一定喜欢。媳妇儿，这金饼瞅着挺好吃啊。不仅瞅着好吃，吃着也好吃啊。姐妹们，喜欢吃面食的赶紧来尝尝咱家的榆林镇金饼啊，它是黑龙江榆林镇的特产啊，纯手工制作，配料表也很干净，只有小麦粉、食用油、饮用水和食盐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啊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。平时呢，我们现在卷个菜呀、卷个肉、卷个鸡蛋、卷烤鸭，卷什么都好吃，而且那个这个金饼啊，薄而筋道，做法也很简单，水开上锅蒸5到8分钟就可以，带袋蒸就可以啊。而且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块给大家发5大袋。这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啊！太合适了，这就是你说的肘子啊！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呢啊？是不是以为我好糊弄啊？说，你闭眼说，你还能赖我呀？